大家好，我是王正义。大家好，我是肯娜。很开心，今天跟肯娜又来到一个中和非常著名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叫做……这里是圆通禅寺。圆通禅寺这个地方成立于民国十五年，十五年，也就是一九多少年？加十一九二六年。呀，一九二六年，今年是二零二零年，事实上已经接近九十四年，九十四，这已经近百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古寺。嗯，其实我以前也拍戏也经过这个地方。哦，等一下可以带观众看一下这个地方很美的地方。那我先介绍几个重点的特色。是，就是什么？你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大象。大象。另外这边石狮子，门口有一对石狮子，门口有四十四个石狮子。讲一遍。门口有四十四个石狮子。好，很好，这个以后再慢慢锻炼。好。就是这个附近有很多像这种东西，也是一些。事业有成的人，特别请一些雕刻家来雕刻。哦，那都是捐送过来的。对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体的那个寺庙，都是有一点唐朝的风格，然后也有一点日式的风格。哦、唐朝的风格。所以因为那个时候，比如说日据时代的时候，可能这个东西就已经在，是，算是有加入那时候的元素。其实跟一般的传统台湾寺庙感觉不太一样。对，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电视电影会来取景的地方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知道中和有这个地方存在，可是我都不会来到这里。反正这里是我第一次来。好漂亮，很不错、哦、而且我这里有点，其实看得到我家。哇，那三个白色的右手边，那是板桥啊，新埔啊。哦，对，那里就是我家，我现在就看着我家。哦，很近哎。今天才是刚开始，所以我现在才说我心情有点复杂。不要复杂。我们今天要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。一起跟我们走访今天所有的职人的旅程。哎，两位帅哥。展哥，怎么这么早就把他 Q 出来？让我欢迎展哥。今天可以很荣幸的邀请到你，跟我们一起参观一下这个附近的美景，而且体验各种职人的生活。对，演员嘛，演员就是喜欢感受生活。那这有这么多职人可以去揣摩，可以去拜访，可以去学习，是去体验。那么再来我们节目就对了。对，我们先去看一下，参观一下这里。好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仔细来参观过。好，对，我只有经过。看一下这个建筑的特色，好特别的建筑，像那个就很像日系的感觉。对啊，一看就是浓浓的有时间历史的。拜拜一下，祈求平安，好不好？祈求平安，好吗？好吗？对。你会有一种得到一种平静的感觉。其实我现在。没什么好奢求的，像偶尔放放假，来到这个地方参观参观，其实心情也会平静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就是祈求，啊，疫情赶快过去。那这一尊释迦牟尼的小童，释迦牟尼的小童，对，你看到他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？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他比出了这个姿势，应该是有一个什么？上下都有比。怎么说？感受一下，是觉得是什么？天，对，地，你要尊重天与地，对，才有我。没有错，天地唯他独尊，好不好？而且我第一眼是看，我觉得，哇，他每天晚上看的夜景应该是很漂亮。有没有？你看他这个位置，真的是也是，我觉得当初一定有挑过了。从他这个视角，比如他在这个地方保佑到全台北市、全台湾这样，对，多好。你看这个叫什么？壁虎怪石，
中和八景之一，特别是像这种石壁湖山，非常的啊，你这样看太雄伟了哈，漂亮。看这个，这种被常年那种风化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蛮雄伟的。这个是有一个，哎，这里好浓浓的日式风，什么躺在里面？可是它头好，它应该是狮子吧？它头好像被封起来了，你们看，它有脚，还是没磕完？上面还有一种，对，对啊，应该是后来才的。前面更酷。来，是吗？这个地方，哎，我先了，是，一样都可以。住中和这么久啊，居然不知道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圆通寺这么漂亮，哇塞！这真的算窄哦！哇，这超窄的啦！哎，你看，哎，外面看没那么窄，真的觉得很窄啊！我的肩膀刚好碰到那个，有没有破100公斤的？哇塞，你看，你看我肩膀完全就碰到，后面更窄哎！你看，完全缩起来。哎，这边可能啊，你绝对要侧身，你没有办法。我们三个人差不多啦。不是，因为你肩膀啊。这太酷了！就在中和居然有这种地方吗？哇，超矮的，上去了，这怎么盖的啊？这样搞了，好像在做探险，你知道吗？哇哇哇，越来越窄，哇，真怎样？哇哇，走出来了，太酷了！哇，这个真的很酷哎！啊，上来更窄哦，真的哦，那个座位比较大的哦，自己要小心哦。刚好，刚刚好哎。真的叫一线天啊！来，哇哇哦，直跳101，哇，值得值得哦！这个跨年应该会蛮多人在这边看烟火的哦，太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觉得刚经过这个很酷，好像被净化一般哦。而且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应该很难。经过这个会怕，对，而且太窄了，怎么雕的哈？对啊，怎么凿出来的？而且这个名字太棒了，一线天，一线天啊，就这样。其实我在中段的时候我就很害怕，就往上看啊，看到了一丝光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敢爬出来了哦。这边这样，然后就看到这么漂亮的景，真的好舒服。OK， 那三位欣赏完美景之后啊，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真正的旅程啦。那现在在的地方是新北市，新北市有很多在地的职人，他们都把他们的坚持发挥在艺术上面。对，然后呢，在这附近呢，有一个有百年历史的眷村。哇，巷弄里面呢有很多的砖雕艺术。而且在这里面呢，有一位老师，他可以在极细微的物品上面做创作。哎呦，所谓的盲雕。对，没错，猴雕，什么米上面作画啊，雕啊，刻的，哎呦，对，太好了，你应该是喜欢这种 style， 太喜欢了，没错，迫不及待，好，那我们就期待出发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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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